我们已经到汇合点了，没有任何通讯。看来莫比斯的舰艇还没到。太诡异了，他们不像会迟到的人。长官，这是联盟的船舰跃入此区域，带头的是摩斯克的旗舰。哦，我的天哪！ 你在这里是找不到我父亲的，指挥官。我是维勒安·彭斯克，直接打电话就好了。莫比斯基金会的拥有人，因此你也属于我。告诉我，为什么我不应该现在就宰了你？因为我能提供你一直所想要的一个可以拯救莎拉·凯里根的机会。 那些你从萨尔纳家所收集的神器碎片，有了它们，我便能尽早与你一起复原因感染后变成刀锋女王的凯里根。你是唯一一个从他身上幸运活下来的人，你知道他的战术，也懂他的策略，而你会不计一切代价来得到拯救他的机会。 长官，告诉我你不是真的在考虑要跟维勒安达成协议吧？听起来像是个绝佳的交易，吉米。凯利根变回人类，双眼坚持一颗子弹，你除了可以从此抛开过去的一切，还能够名利双收。还不到时候，别操之过急。齐齐查尔只是个自杀任务，你将大家的性命孤注一掷，只为了把你女朋友弄回来。这比我们所有人都重要。不是为了我，这是我们唯一有的机会。 我一定要得手。啊，不就是为了女朋友？你打算怎么做啊，吉米？我们会把凯利根带回来，还是把他当场射杀？我到时候会做决定。你们都有很多准备工作得进行，快去做。核弹拉面。UNN的凯特·罗克维尔，今晚自治联盟的情报分析师仍旧困惑不已，但却也松了口气。他们说，虫族仍不停地攻击边疆行星地区。 但进攻自治联盟的虫族大军好像却慢了下来。这实在是太棒了，凯特，我们真的开始压制住虫族了。当然了，唐尼，但也有一种可能性，不管他们要的是什么，他们不是拿到了，要不然就是放弃不要了，我们永远都无法得知。UNN 的第一手报道。梅梅。
妹，你这样子会扭到，我跟你讲。妹妹，你这样会扭到，你知道吗？妹妹，你会扭到，你知道吗？妹妹，妹妹，妹妹。很多人随时可以参战，只要价钱合理。哎呦，这个奶不是这个女妖，伤害提高50%。吉姆，我听说我们变成在替自治联盟卖命，这是真的吗？我们有个机会能对付凯利根，而或许只是或许能把事情做对，就算恶魔亲自和我交易，我会接受的。那才让我担心。记住，不要忘记你是谁，这才是重要的。有很多人都仰赖你，我也是其中之一。哎呦，他是在暗示人家他想要。维勒安认为这东西重组后能让凯利根恢复正常，你认为这有可能吗？从我所能获得的片段资料来看，有可能。这个神器似乎能吸收神族能量，如果对虫族来说也是这样的话，到底有没有？给我一个答案。如果我说没有，你会相信吗？唯一真正知道这个神器能干嘛的，只有创造它的人，而且他们已经死很久了。希望如此。创造个神器的人不知道谁。有人知道谁创造这个神器的吗？亚蒙创的吗？真假？长官，我们说到苏联创的是吧？哎呦。嘿、hey, ，有什么问题吗，史王？有什么问题？你居然要我们跟那群混蛋一起作战？这里每个孩子都因为蒙斯克失去亲人或朋友，流血冲突马上一触即发。难道你看不出来吗？这没有讨论的余地，史王。我一定得这么做。哎呦，有啥好升级的？有人说碉堡一定要升级，为什么？急速炸药，打最后关，打最后关盖行要塞就好了。冲击飞弹，冲击波飞弹发射器。最浪费那种。不如让那个小便分叉还比较强。长官，我不得不质疑你对这盟约的客观性。你要看这显然是个陷阱。我计划好了，麦特。你要相信我，我们对抗蒙斯克才刚有进展，如果我们现在去追刀锋女皇，一切就前功尽弃了。这比蒙斯克重要多了，麦特。如果在查尔成功了，我们能拯救数以亿计的生命，数亿条人命。先别管蒙斯克，我从军可不是为了这个。你当初加入是要服从我的命令，如果你做不到的话，那就滚出我的船。长官。
通讯器。小鬼，你晓不晓得你在玩我？啊，雷诺指挥官，我们应该讨论这次查尔的远征。现在，小鬼，你晓不晓得你在玩火？你到底想得到什么？吉姆，我觉得我们应该……秀拉小，我懂为什么我父亲想杀死你了。我问了你一个问题。每个人都质疑我是否能成为跟我父亲一样的好君主，但我想要的更多。我要证明我会是个更好的帝王，跟更好的人。那应该不难吧？如果我能改造史上最血腥的屠杀者，让他再次变回人类，与恶名昭彰的歹徒吉姆·雷诺联手，这些将足以证明一切。所以我只是你的一颗棋子。如果能让你得到你想要的，你会在乎吗？应该不会。你确定了？你要知道，蒙斯克正在猎杀你，他会以你意想不到的方式袭击你。我可以解决蒙斯克，泰克斯。小心你的背后，老朋友，这是我唯一要求的。我说过我能解决，要是你不想加入，拿着你的钱立刻走人。拿着你的钱立刻走人，一辈子无法小便。指挥官，我们在莫比斯基金会的共同朋友找到了最后一件神奇碎片，当碎片安全后，我们就可以到查尔对抗凯利根。所以我先不要解维勒安的吧。我担心你将会需要他。那我们来那个吧，打雷神吧，好不好？解码的副官拥有记录证明，蒙斯克下令进行塔桑尼斯的屠杀，而现在我们只需要广报那些记录。米拉罕给了我们一个建议，可能帮得上忙。自治联盟在克哈星上展示了一款新的战争机器，叫奥丁。如果我们能夺得奥丁，我们就可以使用它前往 UNN 的电台，并且我的人在海。攻下你。我们队伍已经就定位，我们准备好要偷奥丁了。上厕所，长官，他就尿在里面了。你完全肯定吗？对，泰克斯绝对是接手这类任务的最佳人选。他在战斗中的确会有点过于兴奋，等行动开始，我们得要跟上他才行。如果他真的可以强占奥丁的话，我们就一定要摧毁这个区域内所有自治联盟的基地。希望我们能阻挡所有讯息传输，争取足够的时间。我们不能走漏任何消息回克哈星。不先干死臭婊子啊！我们对这个奥丁了解多少？怎样个干死法？这是一个实验性的超重型破城机器，专为长期前线作战所设计，非常强大。太好了，这样就连泰克斯也无法破坏它。好戏开始了。哎呦，小象感谢后扯。It's show time。是长。这不再是秘密行动了，小姐。妹妹。妹妹。妹妹。他生气了。啊，不弄他。你们执行的招摇迅速点。在等你的人放哪儿，按照号码排好，兄弟们。别要命。按照号码排好。按照。这最好。启动自动炮台。不，谁也别想阻拦我弄到那个大家伙。在这，人装待发。在这，按照号码排好。在这，按照号码，只要一起，人装。按照号码排好。只要一起。立于火中。要不要下命令啊？
泰克斯一直死，怎么可能？泰克斯怎么可能死啊？哦，酷爆了！我等不及冲进去，把这个地方全拆了。守好你的位置，泰克斯。我们用支援部队的火力来掩护你。对嘛，这才是我说的。该死，泰克斯，住手！听到我说的没有？他的通讯传输发生问题，他根本听不到我们。自治联盟基地的防御系统正在启动中。好极了，赶快把我们的基地架好。只要跟好他，希望他不要变得太疯狂。我这是骗谁呀？请说。啊？有。能量不足。工程师准备完成。兄弟们，这最好，谁要一些，在等你的指令。谁要一整装待发？工程车准备完成。长官，我侦测到自治联盟战行舰正前往拦截奥丁途中。哎，英雄，你现在要一些亡灵战机吗？你可以到星际港建造更多摧毁战巡舰的战机。长官，看来你在那里发现了一些很有趣的东西。如果你可以替我带样本到实验室，那就太棒了。完成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副手要不要下命令？再等。能量不足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想瞧瞧我们厉害吗？现在的计划是什么，指挥官？摧毁他们的基地吗？工程车准备完成。吉米，伙伴，听得到我吗？伙伴。如果你没说不能找点乐子的话，那么我就要去找点好玩的了。哦，冲啊！你到底要不要下？消除你！来吧，哦，想试一点这个吗？咚！哦，冲冲冲！工程车准备完成。排长，这队。我方盟友正遭受攻击。哇哦，我被包围了。金矿不足。手下命令。哇哦，工程车准备完成。需要更多的我方盟友正遭受攻击。排长，后方还有好几个兄弟们，我们这里需要点帮忙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到底要不要下命令？是。在等你的指令。排长，那是什么？请说。哇哦，我被包围了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想瞧瞧我的厉害吗，小子？太好了，你只要不断的帮我修理吉米，我会为你赢得这整场战争。他一直都这么聒噪吗，长官？一旦你让他进入战斗，他是绝不会闭嘴的。绝不会闭嘴。好了，既然已经完成，那么我要去休息一下了。还好我自己带了点提神饮料。想尝尝我的厉害吗，小子？工程车准备完成。冲冲冲！坏消息吗？好的。这才过瘾。没什么比站在冒烟的敌人尸体上干一杯感觉更好了。我看到你的那群小家伙在那儿钻来钻去，吉米，他们看起来跟蚂蚁一样。小
家伙！鬼嘴，发生了什么事了？我按耐不住了，瞧瞧我的厉害吧！看到你了，探险人员报道。医生来了。想要炸烂什么吗？啊！我方盟友正遭受攻击。我们这里需要点爆破。油加满，可以出发了。这最好是好消息。探险人员报道，工程车，冲冲冲！集中，准备出动。到了，好像没有躲过。我们看到你了。啊！好，工程车准备完成。金矿部署。不好意思，工程车准备完成。紧急起飞就行。能量不足。我们的太阳能战车正受到攻击，金矿不足，金矿不足，金矿不足。想尝尝我的厉害吧，小子！好，那在闪的红色按钮是干嘛的？炸吧，宝贝！该死，那才叫做正点。那才叫做正点。我方盟友正受到攻击。他对你造成的伤害会比对我要来的大很多。非常清楚和明确，状态良好。能量不足，看来你们这群家伙需要一点时间跟上。老泰克斯会在这里休息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等你准备好了，就把我叫起来。我认为用一颗小型核弹就搞定了。哇！工程车准备完成。干得好！收到，长官。吸掉了。能量不足。紧急起飞就行。快找我！工程车准备完成。看完蛋，我觉得我要灭了。我们的太空工程车正受到攻击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冲冲冲！金矿不足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这最好是好消息。快，吉米，我们还要大显神威的。在哪儿？能量不足。尾随在后。我方盟友正遭受攻击。我没办法轻易的坐着不动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是的，长官。包在我。你想要试一下？想要炸烂什么？那是什么？准备完成。边吃口香糖边踹人的时候到的，包在我想要炸烂说。我们看到了，金矿不足，金矿能炸吧，宝贝。
工兵又死光了。发生了什么事了？我急需帮手。我不知道那是什么玩意儿，你可以替我带点样本回来吗？也许可以获得一些有帮助的资讯。随便。他对你造成的伤害会比对我要来的大很多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我方盟友正遭受攻击，需要更多的补给站。金矿场已经耗尽。已摧毁三座基地，看来这个囚犯还是有可用之处。巨人，启动。妹子不见了。你知道吗？我想我需要再喘口气，你最好先帮我稍微顶一下，吉米。看到你了。目标在哪？啊，你好，指挥。探险人员报告。需要更多的补给站。我陷入了困境。看来这次自治联盟的家伙想要抵抗，真是不自量力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巨人，启动。坏消息吗？哟，工程车准备完成。那这关要我们用亡灵战机来打，但是这关用亡灵战机打又比较好吗？探险人员报道，工程车准备完成。金矿不足，金矿不足。我觉得那个亡灵战机超烂的。搞定了，我准备要大展身手了。金矿不足。需要协助，医生来了。
了吧？绝缘宝会，能量不足。我希望你可以听到这个，吉米，因为我正要前往最后一个基地。最后一个基地，金矿场已经耗尽，高能瓦斯不足。炸吧，宝贝！高能，启动。奥丁已经在射程内发射大核加农炮。大和加农炮，这样不公平吧？发生了什么事了？准备好在地狱狂欢吧！烧出你最厉害的一招吧！未完成，嗨，你好啊！我怎么会错过这个标有骷髅头记号的按键呢？华瑟，哦，宝贝，欢迎来到人间炼狱。太久了。总部讯息接收中。目标在。传送顺序。太好了，搞定奥丁后，我们就可以攻击克哈星上的 UNN 大楼，发送我们的广播。嘿，能听得到我说话吗，长官？或许下一次你会相信那有暴力倾向的泰克斯。哼，我对你的信任就这么多，泰克斯。